咱猫爱吃上专业的就是海产，啊，咱主要就是原味尔啦，让人客吃到上原始的鲜度甲伊的甜度。雪场蟹吼，烹起来就是要让人客吃到伊迄个水分，吼，啊，佮迄个肉感，安尼就用吃到伊的迄个甜度。鱼啊，阮拢是你要烘到伊内底头，让人客吃到上原始的鲜度甲伊的甜度。当初是和这个鸟爱食吼，就是因为阮做迄个海产起价公司啊，阮上专业的就是海产，你全世界所有的海产只有阮拢捌透透，所以阮就是掠阮上专长的种类就是海产类的。啊，因为咱鸟就爱食海产嘛，所以阮就去遐和这个名。阮一开始啊，就拢教海产尔。就拢无肉类啊！你像即马较凉冷，啊，咱就是爱进一寡吼，迄个帝王蟹，也是讲过来咱像咸捞鱼的部分，咱就是爱买一寡较活日本海，也是咱台湾湖水沟仔这边的鱼货，吼，迄油脂才有够。像咱迄个帝王蟹，其实迄个都雪场蟹，咱就是买迄个阿拉斯加迄边的，也是即马有俄罗斯的上肥的时阵，咱就是买起来。龙虾主要就是像咱有买到像日本迄边的吉龙虾，也是墨西哥的，啊，过来就是上即马做侪人拢爱食的，像波斯龙虾。贝类就是像日本的扇贝啊，还是即马迄个法国迄边的海蛎，青岛迄边的鲍鱼，这拢是即几项啊，咱店的较其他的物件。咱迄个雪场蟹烘的时阵，就是要注意的火候。这个物啊，咱烘已经要第七年啊，所以吼，咱所有伊的淡度，也是伊的迄个赤度，吼，咱已经出来啊，所以咱绝对袂使烘讲吼伤焦。你伤焦有时啊，人家食伊感觉吼，那是差。咱主要烘起来就是要让人家吃到伊迄个水分，吼，啊，佮迄个肉感，所以咱就是拢先加互变，吼，互人家用滴，就会使简单就会用甲吐起来，袂像外口安尼，有时啊烘起来佮拢黏肉安尼，咱人家食吼爱方便食，啊，那是简单的海盐一寡，安尼就已经吃到伊的迄个甜度。龙虾，咱咧烘的时阵，咱嘛是以人客方便食为主，所以咱就是先弄家伊的肉熬出来，啊，过来咱就是用上热的火，啊，薄薄啊，沾一领油，咱就是落去用上热的火直接甲烘。龙虾表面吼，可以收缩，伊迄个水分才缩会掉，啊，而且伊食起来的肉质才有够 Q。啊，咱主要咱就是跟吼墨西哥迄边，算阮即摆吼龙虾来，伊个阮感觉品质是上好食的一种，用上鲜的鲜度，迄才食会出伊迄个 Q 度。鱼啊，即落爱看。咱东港来的鱼啊，伊确实啊都是种行法。啊，你像有的鱼啊，伊就是爱烘起来，伊个肉身无够厚，吼，咱就是爱烘起来，内底袂使伤差，所以咱就是用浅的。像厚身的鱼啊，吼，你要烘到吼伊内底头，吼，
人嘛是爱一寡时间，所以咱就爱紧哦，像爱破冰。啊，咱主要就是原味尔啦，让人客食到上原始的迄个鲜度甲伊的甜度。做海产再来开这个店吼，伊上大的利多就是用上好的品质，予人客食。咱用比一般餐厅咱提无介绍来开这个店，啊，予这个菜色吼，伊的价格搁较亲民，而且搁能食到迄个好的品质。主要阮家己嘛咧做海产啊，所以知影讲海产咱爱安怎处理才是上。正确的方式，要有一挂真正爱食海产、要食着好食材的人，哦，来阮店的，所以阮会使100%保证讲，阮人客食着海产就是好的海产。像咱店的较特别吼，就是一个日本那边的蚵仔，不是广岛那边，因为大家拢一定是讲啊，广岛才是上好的。迄、那个所在叫做波摩滩啦，蚵仔咱就是吼紧大粒的，吼，就是鲜度上好的。啊是到有一个老人客啊，伊就讲因住平湖遐，刚较无同款的时阵，因烘蚵仔的时阵拢会滴麻油落去烘。啊，阮就用铁板，加温加到有一个烧度的时阵，咱就定用阮林去平山的麻油。吼，落去煎，用高温落去甲煎吼，嘛是要让伊表面吼随收缩，啊，让伊赤度有够，啊，伊迄个汤汁拢一定流会掉。因为吼，伊迄个蚵仔吼，食起来就是袂有迄个粗脆软度吼，甲伊个硬度拢有够，所以你食着阮的蚵仔，你会感觉讲，到外口吼，一般都拢无同。鸡腿咱是用上简单的方法，就是用盐、啊糖、啊咱的米酒甲绍兴的，哦，落去甲生，啊，互伊食起来了后，迄个酒香啊开。主要是咱无想要用重口味的酱料，人客食着，因为咱是要让人客食着，伊迄个鸡腿佫会有迄个肉甜，所以咱无爱用烤肉酱，就是直接用上简单的方式落去甲生安尼尔。咱的鸡腿食起来就是外表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皮会脆，肉吼、哦，诶，香度有够，内底肉阁是软的。啊，咱主要食起来就是伊的汤汁拢有够，啊，阁有迄个酒香，吼、哦，啊，阁加咱的瓦萨米的椒盐，其实食起来的口味吼、哦、真好，啊嘛真特殊。阮就是想要让人家吃到吼，咱牛脂吼，介厚，啊，佮有迄个牛脂伊的香度，所以阮是先卤的方式，卤汁内底就是用一挂咱天然的蔬菜啦，是一挂咱家己有一挂药方、一挂中药，吼，啊，佮咱酒落去直接安尼卤，吼，就是要互伊厚，佮会使互软的方式，所以阮是用卤。阮的牛舌特别的所在就是甲外口较无共，外口就是拢收清了后，甲片落足薄的，哦，薄到互你看会到对方，这种的感觉。牛舌这个物啊吼，食薄薄吼，咱就会袂过瘾，所以吼，阮就是爱厚，啊，主要就是要让伊你食到外口甲人无共款的。外口就是只玻璃丝，阮只就是只胶。牛肉，阮嘛是拢拣美国迄边品质好的肉。阮甲一般日式烧烤的牛肉较无共款，就是吼，外口嘛是共款拢
切落薄薄啊，啊，落去用米火落去甲烘，伊迄个湿度啊，较歹控制。因为阮有经过低温烹调，所以甲外口烘起来就无同款。阮会用厚厚啊规地落去甲烘，烘起来，佮你食起来感觉种哦，即、這个牛肉奈安尼真软软，内底佮有遮侪糖汁，啊，佮有加上阮。哦，落去控几啊点钟的迄个酱料来烘，所以你会感觉食起来讲哦，迄、那个肉甜，哦，佮迄个牛肉香拢佮有够。当初是会开这个店，嘛是因为几个好朋友会使做一个佮较无同的，啊，就是想四界去看。啊，迄阵的经济的所在其实嘛是呛死呛死啊，啊，拄好一个。同事吼，啊，赛车经过，啊，看，这个所在就是咱新庄富都新家，阮就想，啊，无，啊，咱来做看卖。咱蛮爱吃，今嘛，咱的位就是十五个位尔，吼，就是拢啊预约制的，阮要吼大家吼拢受到好的服务。啊，无你啊，真正人伤济吼，有时啊，咱物件烘出来，迄品质吼会无够。阮就是要用开放式厨房，咱一定爱清气，互人看得到咱现场的食材，啊，就直接一点点的，咱就落去甲烘，互伊看到伊嘛安心啦，烘出去，万一伊随食会到，吼，用上紧的速度烘好，就随送在伊的面头前，伊安尼人食就较安心。啊，你啊讲物件来，拢要甲阮拍算安尼食吼，人工阮嘛会无介意恁来。